点中国香，地道十三香，由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饮食。我们今天继续和屈浩屈大师来学做好吃的菜。这道菜特别有名，叫避风塘炒蟹。什么炒蟹？避风塘没说错吧？没错没错。那个这炒蟹是顺便说出来的嘛，因为到处都打着牌子写避风塘炒蟹嘛。今天那个没有准备那么复杂的食材了，哎，家里头嘛，准备的是山药，哎，避风塘山药，哎，你看见没有，还真没吃过。蒜香浓郁、酥脆可口的避风塘山药，需要准备的主料有山药，辅料有大蒜、红椒，调料有豆豉、面包糠、面粉、生粉、泡打粉等。您先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避风塘，它的这个精髓，您是一边做一边告诉我们，还是先爆一点料呢？慢点，它呢其实关键要吃它什么蒜香，这个大蒜的香味，但是它呢是焦而不糊，脆而又香，哎，这种的特殊的这种味道，那成为避风塘的特有的一种味道。就是核心字就是蒜。对。怎么处理蒜？一会儿我来做。首先呢，我先调个糊浆，因为今天一会儿的山药呢，我要裹一个脆粉糊来炸，教大家做在家里头您怎么做一脆浆。其实呢，这个我们用的这个面粉，用125克，淀粉呢就是生粉30克就可以了。哦，哎，一个淀粉和面粉的一个比例，在里头呢加入什么？一点点泡打粉，泡打粉呢大约呢我放7克，7克大约就是我们的小勺啊，一勺多一点啊。我们感觉要做面点了，开始。哎，对，这有斤两是吧？你看没有？用了泡打粉，它会有点苦涩味，所以里头呢，我们跟了一味药，折它的苦涩，就是糖了。可想而知。哎，拿着凉水，你慢慢倒，我这慢慢调着。好，这个姜哈，它稠一点、稀一点，区别可大。对。这个完全是靠经验了。哎，好，这个时候搅的时候别朝一个方向搅，一方向就这么它起劲儿了，你炸的时候它就不松散了。所以目的是把这些面团打开它就行。对，不用把它搅成一个上劲。别让它上劲，别让它上劲。哎，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姜还是够稠的。哎，对，一点点蟹，我先把这疙瘩先给它弄了。如果你一下倒水多了，这面疙瘩就抖不开了。这叫覆水难收。对。像你这一聊老那么深啊，现在可以加水稀释啊，加水稀释。我都不敢加了。加你呢？说完覆水难收以后，觉得很紧张。别含糊，含糊什么呀？好吗？这差不多了吧？没问题。这差不多了，还可以加吗？那不加，不加了哈。真是，就立刻就加对了。哎，你看，其实它很稀，你看没有？很稀的这种。拎起来都不成条了。不成条了，不成条了。因为什么呀？这个山药呢，外边我们要裹上干粉，裹上干粉它就能挂上糊。这糊呢不要太稠，太稠炸出来就缺乏脆的感觉了，是吧？这糊调好了，我们这时候可以放点油进去了。好，放点油，这大约多少？哎，5克的油差不多了。往糊里搁油的。加点油，目的是什么？让它酥啊。加淀粉的目的是让它脆，加面粉加了的泡打粉是让它泡，泡起来加了淀粉让它脆，再给味药。油一下去就酥了，你吃这个是酥脆的感觉。那不就是像做油酥饼的时候？但是不是，你看油不是很大啊，不是说那像那个炸酥炸糊似的，那就要油大，油大才能真正特别酥。这是在脆中带酥，不是纯酥。嗯，你看着不一样，质感不同，所以你下这东西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嗯，明白了，就全搅进去了。制作避风塘山药重点步骤一：调制脆浆糊。这里您需要注意它们的比例。125克面粉配上30克的生粉，7克左右的泡打粉，少许白糖，用凉水调开。在搅散的过程中，不要朝一个方向搅拌，避免让面糊上劲儿。在调好的脆浆糊中，最后要倒入5克色拉油，目的是让之后的山药在炸制过程中更加酥脆。脆浆糊调好后，下一步就该处理山药了。咱们继续往下看。首先呢，我们把山药呢切成小滚刀块。小滚刀块不要大啊，因为我们一裹糊一炸它就大了。其实可能会有人不理解，说山药本身就是淀粉特别多的东西，然后还给它裹一层糊，那就是面裹面了。对，但是它吃的嘴里的质感是不一样。一会儿这个山药煮完呢，它也是脆的，但跟外边的糊子酥脆又不一样了，两种质感。好，切好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山药上照例是有很多粘液。对。我们一会儿呢要给它煮一下，煮成大约70成熟就差不多了。这时候呢，我们炸的时候缩短我们炸的时间。这边煮着它，我把这边把蒜切了。哦，啊，这个蒜的处理呢，别拍，一拍溅一身，家里溅您一墙。最后您弄完了还得搞卫生，是吧？这衣服洗的还不好洗。呀，哎，非常聪明。不是，是因为你原来说过。对。我还多少有点钱。是不是？
其实我一直在不停的看那边您准备的一盘金黄金黄的秘密武器。嗯，那个面包糠。哦，那是面包糠、啊。面包糠，对，最后我们跟蒜蓉合在一起，一起搁在里头啊。给大家蒜呢、嗯。听着就香。拍碎了之后，我们再轻轻斩一斩啊。这边怎么就差不多是要稍微透明一点了？是吧？行，现在就差不多了。哎，就来哈、啊。关火。好，这个蒜我们基本上剁成蒜粒儿了。剁成蒜粒儿了、嗯，哎，当然也不能太碎啊，不能太碎。倒点水洗洗。哦。把它那个粘液要去掉。这个把蒜的粘液，其实也是它的辛辣味，洗掉之后。这样呢，它炸完以后呢，是一粒一粒的，它不粘了。如果你带着粘液炸，那它一会儿粘的是一坨一坨的。倒入肉勺，冲水。这时候我们把这个蒜放到油里头，不要油温太高。嗯。啊，一点点炸，油温太高一下就糊了。是吧？我们现在下去的目的是什么呀？是让它把水分一点点走，是吧？你看没有，水分出来了。嗯。把火关小了，一点让它水分一点点走。以前您教过我们炸那个整粒的金蒜。对。它这个为什么不能用整粒的金蒜？那不行了，那您挂不上了。您好，全是一个个大蒜子，为什么要挂在这上面？忘了，它一切都是要跟这个互搁在一起的。对。所以今天这道菜总体来说追求的口感就是一个脆字。对。你炸蒜，你看一直冒着大水泡，说明什么？里头的水分在往外往外走，水泡一小，哎，它就开始上色了。那就差不多也该出来了。哎，对，一定看出火候。再一眨眼，糊了，糊了什么？苦味上来了。嗯，那就不是那个脆香了。所以这个蒜要什么？焦而不糊。哎，你看吧，吃到嘴里头，它有那特殊的香味。您说这个焦而不糊的香味，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拿水洗了一下这个蒜粒有关系？哎、要不它那个蒜汁在里面，炸完就会回苦、嗯、啊。已经开始有点变色了。哎，变色了。哎，你看见没有？这基本上一没水泡了，这差不多了、嗯、已经金黄了，是吧？我们可以倒入漏勺控油了，蒜味就很香、嗯、啊。制作避风塘山药重点步骤二，炸金蒜。金蒜要想炸得香而不糊，您要牢记三点。第一，大蒜切成末以后一定要在水中清洗干净，把大蒜横切面的粘液洗掉。第二，一定要在低油温的时候就将蒜末下入锅中。第三，炸金蒜的时候，当大蒜表面的水汽变少，开始变色的时候，果断捞出。这时的金蒜又香又酥脆，颜色也是最漂亮的。下面一步就要开始正式制作避风塘山药了。山药呢，我给你撒点盐，哎，一会儿拌拌它啊，为什么拌拌它，让它入入味。抓着就行是吧？对、嗯。炸山药之前就给它裹上这个脆炸糊了该，对不对？对，先得拍粉。拍完粉才能做它呢。那等于是在这个山药外面有两层东西。哎，薄薄的一层糊，目的是把它的水分吸出来，别让它一会儿挂不上糊，因为它有水嘛，你挂上去这糊就掉下来了。嗯、对。我们再放在这糊里头。放到刚才做好的这个脆炸糊。对。脆炸糊是由、面粉、淀粉、泡打粉和油，糖，哎，油和糖，哎，组成的。油。这回要脆炸糊来炸山药了，这个油温曲老师傅应该大致是什么？哎，这个温度大约得到五成热、嗯，哎，得稍微高一点，偏高一点，偏高一点。高的目的就是一下能炸得住它，嗯，是吧？油温太凉，一会儿糊全脱了，黏糊了，是吧？所以油温一定要够。这种油温呢，就是下去以后起水泡，但是没有声音。对，当然你看它马上就能浮起来，是吧？安静，一口安静的油锅，却在沸腾的炸着。对，它里头你看那泡冒得很大，嗯，马上就看到那个脆浆的效果了，它起泡了，是吧？它跟平常的浆真的不一样，马上就有炸虾片的感觉。起来了，它就是那泡打粉在里面腾起来的那种，膨化起来的，所以吃到嘴里它就很酥脆的感觉，嗯，是吧？如果这里裹的是大闸蟹，我也潮嘛，还想这招呢。不，其实山药也很好吃了。对，因为最近在做养生派的系列。你别老吃螃蟹了，是吧？加了这个脆炸糊以后，嗯，怎么而且感觉这个炸的东西没有那种油炸的味道呢？就有的时候像这么炸完东西站在这儿，就会已经觉得呼吸道里都是有油味了，是吧？嗯，因为咱们调这个糊呢，它里头还有很多水分，嗯，是吧？所以它呢不会有那种烈烟出来，是吧？你看它冒的都是挥发都是水气，对，是吧？所以你没感觉那油烟子很熏你，就是很柔和的一种炸。哎，你看炸成金黄色了，是吧？哎，我们就可以给它捞起来了。其实是微黄。对。那咱们炸完最后的步骤是什么？待会儿一会儿我们要关键要炒、嗯，哎，这是最关键。
烧回火，加入少许底油，哎，少许底油，要炒喽。哎，来，我们这时候呢，可以放一点点这个豆豉。嗯，用湿豆豉。湿豆豉。嗯。稍微煸一煸啊，给它煸香了。嗯。煸香以后呢，哎，我们可以放什么？哎，这个小辣椒啊。如果喜欢吃辣，就用真的那个。对，小辣椒，那个炒出来自然就有辣味了啊！有人喜欢吃辣，是吧？嗯。有北方人呢吃辣少一点，南方人喜欢辣，那么就哎。这个时候呢，我们放什么？这个面包糠啊，我们放入里边，放这这么多，差不多了。嗯。蒜蓉。哎，这时候里头呢，加一点点的盐。嗯。啊。哎，盐不要太多，就把这味道能挂上去就行了，嗯，是吧？然后我把炸好的这个山药放入。我想想，现在里面能够起到调味作用的就是豆豉和一点点盐。盐、豆豉，嗯，我们给它翻裹均匀。接着就是蒜香了。对，主要吃这个蒜香和面包糠的味道。这个菜就是干干的，干干的，哎，冰点水，水吃的嘴里很爽，嗯，是吧？出锅了，锅了啊！这避风塘就做完了，做完了。好吧，你看啊，其实主要的食材跟配料的食材之间是其实是没有那么紧密结合的关系的，对，它不是说全像裹上去似的，嗯，其实它是哎似挂非挂，是吧？更像是蘸着吃，蘸着吃，对对对对，嗯。这道金黄酥脆蒜香浓郁的避风塘山药，是不是在家也能轻松制作呢？只要您牢记以下步骤：第一，125克面粉配上30克生粉、7克泡打粉、少许白糖，用凉水调开，最后加5克色拉油，调成脆浆糊备用。第二，山药切成小滚刀块，用开水焯烫至断生，大蒜切成末，放入水中清洗干净，在低油温的时候下入，炸到金黄色后控油捞出。第三，焯熟的山药上撒少许盐，拍上一层生粉，再裹上脆浆糊。在5成热的油温时下锅炸到金黄色后捞出。第四，锅中留底油，煸炒豆豉，依次下入红椒、面包糠、金蒜，用盐调味，倒入山药，翻炒均匀即可出锅盛盘。这个豆豉的香怎么这么浓烈呢？哎，就是在油里要慢慢煸它，这个吃嘴里是干性啊，您别碰烧水下去，那完了，一点酥脆感觉就没有。说真的，这个菜挺像变戏法的，而且其实它从调味上真的很简单，对，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味道在里头。嗯，可是这个香气站在旁边是觉得一阵一阵的是扑过来。对，它有那个温度，是吧？那你就闻一下那个香度就出来了。今天和屈大师学了一道这个避风塘系列的菜哈，对，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都能变成一个平静的避风塘，从此就可以做上这个好吃的菜了。避风塘菜系的精髓是蒜，对，所以今天屈浩大师要借题发挥，再教我们用蒜做一样好吃的东西，来，就是这个，跟那风味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大蒜，味儿都不一样，地方都换了。哎，咱们这做的是川味泡大蒜。天天锦囊今天教大家制作一道非常开胃的、具有四川风味的泡大蒜，它制作简单，容易储藏，风味独特。需要准备大蒜、辣椒、花椒、大料、冰糖、白酒、盐。做法是这样的：第一，750克大蒜切去头尾，清洗干净，斩干水分，加入15克左右盐、30克左右的高度白酒，搅拌均匀，就这样腌制3到4天。第二，3-4天后，将大蒜中杀出的水分滗出去，取一个泡菜坛子，加入花椒、辣椒、大料和少许冰糖，然后把腌制好的大蒜全部倒入。这里注意，一定要加入盐水，加水量只要能没过大蒜即可。最后盖上坛子盖，加少许水，将空气隔绝。就这样泡上1个月，您就可以吃上这具有独特风味的川味泡大蒜了。